是来自山东淄博的一员小将，孙小梅今年19岁，他的强项呢就是他的刀棍，他参赛的项目是刀棍和长拳。在刀棍这比赛当中呢，他首先在预赛当中取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。孙小梅呢也是被队里的教练杨小华非常看重的，他认为孙小梅的吃苦精神和习武的天赋都比较强，有着很大的这个上升的空间。棍掏得很高，相对的越高的呢越难接。孙小梅的动作呢是干净利索，队员长得比较瘦小。山东队孙小梅，孙小梅得分是9.60分，排名第5。